启发更多人的善念，马六甲慈济志工张德安自己劝募还不够，透过科技鼓励志工接引更多百万好菩萨。因为他每次一放上去就是七八位，然后是每一天都这样子 update 的，真的我们就有那股冲劲，也是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募这个百万会员好菩萨。这世界这样大了，只是靠一个人是不够的，我们要集更多的人的那种善的力量，才能把整个大环境改变。张德安每天上班都把握机会说慈济，部门里90%的员工都成为慈济会员，就连尼泊尔外籍员工也被他感动，成为他的幕后劝募员。Semua orang cerita lagi, semua share lagi, ada suka macam 20 lebih orang sudah.不止募人，还要募心。张德安把会员带到环保站，以行动保护大地。Bila sampai dekat sini kan, mesti tahu banyak benda yang boleh lagi di-recycle lagi. Mana boleh dapat sumber lagi lah untuk kita nak buat kebajikan kan? Untuk rumah pada orang yang perlukan, okay juga. 募款很简单，就是要到最后他付出，可能珍惜我们这个大自然呐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启发人人共同一念心，张德安邀更多人勤耕福田。大爱新闻吕佳佳、戴小庆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